吴迪啊，我知道你跟楚安已经分开了，也在广济有了新的生活，甚至于新的感情。但是，如果幸福快乐的话，韩口也都是祝福你的。 但是刚刚医生跟我说了祖安的状况，我听了以后啊，祖安她怀孕2个月了，所以现在孩子怎么样？孩子暂时保住了，但是祖安是怀孕初期。 所以不能受到太大刺激。医生说，如果明天早上检查没有大碍，就可以办理出院回家休养。祖安怀孕，吴迪。 过去一切都是安口的错，但是祖安是无辜的，孩子更是无辜的。我先去帮祖安办理住院手续，能不能请你晚上留下来陪祖安？你们两个好好谈谈。 是爸爸害你失去了吴迪，爸爸至少要帮你争取一个拥有幸福的机会。吴迪就快回来了，一定要赶在他之前回到广济。 怎么啦？医生说什么了吗？医生说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我的身体？你已经怀孕2个月了。 已经2个月了，孩子是我的，对吧？我该怎么办？
这个孩子我也有责任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幸福，但是一切都来得太晚。 要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话，我们应该是一起开开心心的迎接这个小孩的，不是吗？无敌，我真的好希望可以跟你重新开始哦，无敌。 对不起，卓安，三宝他也是无辜的，我不能这么自私啊。我们之间已经回不去了。 对不起，无敌离开天香楼的这段时间。 的确成熟了不少，所以这一次我诚心的把天香楼还给吴迪，也就决定从此退休了啊。所以从明天开始，吴迪就正式回到天香楼，也会让他重新主持吴迪与你的美食约会。喂喂喂喂，美花生来着？哎呦，我只是。 点点的替吴迪觉得高兴而已。嗯，那还差不多。嗯，我相信这次吴迪回去天香楼，一定不让大家失望的。只可惜没看见广师傅。其实我另外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他，希望广师傅来担任我们季家婚宴的主厨。婚宴。 哦，是你对不对呀？哎呀，季先生看不出来有点年纪了啊，这个兴致还是不错啊，都健康，都健康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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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我，是我女儿祖安要结婚了。祖安，祖安怎么突然要结婚了？那新郎是谁啊？新郎当然是孙无敌呀。哦，是。